非常欢迎哈，咱淡水老人会昆山委员会哈，蔡会长加林秋贝啊，哈，郭理事长哈。郭理事长吼，啊，袂紧吼，啊，刚刚你丢个啊吼，大啊各位阿伯阿姆吼，大家午安啦吼，欢迎你来阮精彩吼，因为恁来阮精彩，阮是种荣幸，因为阮精彩吼，伫个六年前的时阵吼，完全看啊一片的草坡咧，因为少年拢外出，啊，遮拢村老人，我正来讲村老人甲酒醉。在北站吼，找到咱这顶菜园老人会，因为伊是一个发展协会，出来做老人的福利吼。啊，咱搁经过文化局社造中心，就让我们采访、甲请教讲吼，靠特色的老人会吼，差不多是多几个吼，爱甲介绍讲这个家己的顶菜园吼，因做啊足好，因为老人福利吼，甲咱同款，因为咱拢是乡村型的，迄个老人会吼，啊，因为咱。这两年拢有咧发展，啊，因为咱嘛甲因同款，老人吼较济，啊，所以讲咱要来祝福咱老人的福利吼，啊，拄啊有，那今仔甲咱一个会长吼，咱伊个理事长，社区的理事长吼，敢若有一个交流地吼，伊就是讲，伊所有的建设吼，拢是因兄弟啊跳来，互社区，建议互社区做发展吼。你看，因所有人单调啊，这个吼，伊拢无去用钱来赔钱来用，但是伊拢用贵心有来布置这个所在吼。敢有甲边都是有甲迄个嘛无，嘛是甲咱换一个中大型的一款迄个老人会吼。即摆来请咱来会长吼，来讲一点啊，恁老人的经验分好无？谢谢。好哟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啊，好。叫李秋伟啊，来讲起来啦，李秋伟啊，谢谢。咱顶菜园啦，哦，咱来遮个参观就是，当然咱是要学因的好啦，哦，啊，因的好就是咱来学习的所在，哦，啊，咱当然砖卡是差不多啊边啊砖卡，啊，不过就是讲人因捡起来的物件，捡起来就是宝啦，啊，人讲老人其实老人嘛是一个宝啦。啊，大家嘛是讲拢我的时代同款吼，啊，我就当尊尊时代，啊时代大家照顾安尼吼，啊这就是咱来今日学习的所在，就讲大家当真好吼，尤其是你来看，拢看下大家拢无咧讲话啊，大家这个足优秀的所在，所在，你就感谢一下，多谢谢谢。希望有时间咱来当来淡水佚佗吼，嘿。来，阿姐，阿弟，我先走，